的新北市跟北市要升到三级的警戒的区域。疫情风暴中心万华宛如一座死城，纸箱一箱一箱拆，赶紧上架补货，各式的罐头都被扫货。新北市政府如果您太落后了，对，也就是说现在病患这里发生了确诊病患砍伤医护的事件。其实老公大声飙骂男子，口气凶狠，都下来了。不要害怕，我们一起撑过去。台湾加油！谢谢医护人员坚守防线，台湾有你们真好，让世界知道台湾人的厉害。一起撑过去，我们是勇敢的台湾人。谢谢大家愿意出门戴口罩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少一点仇恨，多一点支持，我们一定可以撑过去。台湾加油！为了你，我坚守岗位；为了我，请你坚守在家。谢谢在医院工作的爱。是最厉害的英雄，停课不停学，停班不停歇，台湾加油！防疫期间好好待在家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可以再次出游的那一天吧。必要出门时刻，我挺你，让我们一起战胜疫情。有下，疫情会过去，幸福一定会再回来，一起加油！只要不放弃，就会有希望。我们一起撑过去，加油！这一切来得很突然，不过我们相信。我们一起加油，这一切终将会过去的，加油。